生活中但就在双肩挑，上面要养老，下面还有儿女把你绕。八零后胡闹，九零后更逍遥，来看零零后被冲上九霄。可怜那七零后只管掏腰包，上去的收入下不来的三高，告别了年少，酸甜苦辣五味全尝到，慢慢地变老。朋友们要牢记，人在世上健康树敌，没有好身体，一切的一切你啥都别提。争名夺利没有意义，工作和治愈照顾好自己，有啥也不如有一个好身体。如果你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后悔都来不及。不管你有多少人民币，全部都送到医院去。人到中年我才明白，不求一世富贵荣华，但求家人一世安康。只要家人无病无灾，身体健康啊，就知足了。争名夺利没有意义，工作和治愈照顾好自己，有啥也不如有一个好身体。如果你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后悔都来不及。火爆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KPP 八六六 KPP 八六六，搜索关注后即可免费进入。